科網股好，咁啊9988嘅問阿里巴巴嘅，咁佢應該係上個星期五就106蚊就入咗嘅。佢話短期目標睇幾多啊 ？CK， 短期目標短線120蚊啲阻力位就會明顯嘅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講緊，咁你120蚊買，最後又即係你係咪有106蚊買106？唔係即係106蚊買120蚊食股，係咪又落翻110蚊炒？即係嚟緊未來就係咁炒嘅呢啲股份，但如果你106蚊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買價，點解唔長線投資？即係你係咪真係需要分清楚自己想短炒定係中長線先？短炒很清晰的，而家個圖表上面120蚊在呢啲位置食股，係升穿賺少2-3蚊，咪再去追翻咯。個道理就係咁。咁所以我哋覺得，如果你要短炒啦，呢一刻應該上面玩過曬，即係明白曬個道理，你應該知點樣去炒。相反地，我哋最驚呢啲狀況係啲咩？就係、是、你唔識短炒。呢啲位置市況啦，嗱跌市嗰陣時候短炒變長真就係柴火。呢啲相反地啦，呢啲市況上面短炒最好就係炒完有個利潤之後，如果只股份真係 OK 嘅，咪真係再冇咩新嘅風險因素出嚟嘅時候，咪食住有住利潤咁樣去長揸咯。中間總會係回翻到，即係你總有機會就係不斷咁樣去低賣高股。但係問題就係，我覺得呢啲股份係會有機會行一個浪高於浪嘅形態度，唔係咁容易再俾你可能106蚊呢啲位置買翻。所以我就覺得唔係好適合短炒呢啲股份。但如果你假設真的要短炒，咁咪試下120蚊呢啲位置食股咯。但一升穿就要再去買翻嘅。